王小珍是我的师父哈，干嘛这样讲？我做音乐只有一个师父，就是王小珍。你好心虚，我都没教你什么。有。什么？很多。我跟王小珍是八年前嘛。对。八年前在那个。很小的房间，两个房间，对，两个房间，没有冷气，没有冷气，其实有冷气，只是我们不能开，对，因为开了会录到，嗯，不要看我好像很燥，好像明星的排场，我的收入还是很阴底的，真的，为什么那时候录音只能穿四角裤？哦，对，那个时候对，太热了，所以那很有那个时候我们在录《绿色日子》的时候。你刚刚唱的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啊，真的、哦，我几乎都要掉眼泪了，真的，但我没有。我刚听到你的歌声，我也快要掉眼泪。但你没有。发片就是会这样，你是不是也想来一下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会想你来发一张片。没有。我可以当你特别来宾，不用钱，或是我给你钱，拜托。JK 哇，厉害，这个有缩写 TYTYTY Thank you 啊、oh. 好的，好，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录 在一个 很有限的状况下录了一张我的第一张专辑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了。我们就没事就是会联络一下。他很可爱，他有时候会传一些奇怪的照片给你看。有穿衣服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也没有任何说明，好像希望我回应他，但我也没有回他。是你通常回一个笑脸而已啊。对啊。我有时候会比一个这个。啊，对对对。然后可是我知道你在传的时候，你的表情一定是这样。哪有？总之后来第二张也找小珍合作。我刚刚听你就是一路走来哦，这个从第一个 set 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你进步很多。你 SW 说俗语，YT YouTube 好的，我真的还蛮感动的。谢谢，希望你继续维持这个速度，甚至更快。好，我会再快一点。没有黄小春就没有今天的黄姐。我带了几个人。有。黄姐来站台，对不对？麻烦你们，对他服务选民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唱首歌，再继续聊天吧。好啊。对，这样才有重新开始的感觉。好 ，Let's go， 杨伟。不好意思呢。让我站在这。
我老了也闪到腰了。等一下，下一首唱完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老了。我测一下，清一下场，这首是动作会有点大。